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我们今天要来选秀了。那我们直接来选吧，我已经先把它按好了，就看前面这五张就好，选到两张就转，直接选两张，选到一张江少卿跟一张李正昌啊。李正昌是明星赛的，价钱还可以啊，这个不错。上次是选到国家队的朴正明，如果有看上一支影片的话，就可以知道我选到什么。那最近运气，选秀运气还不错啊，都会选到一张国家队的。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我们今次的选秀选到了。国家队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见啦。